多謝你處長嚇，多謝曬嚇。咁我哋今日請阿林生上嚟咧，就同大家講下佢哋懲教署裏邊嘅各方面嘅工作啊。咁我相信好似其他政府部門，尤其是紀律部隊咧，都好辛苦噶啦。咁樣咧就希望佢上嚟咧，係介紹下俾各位咧聽眾觀眾聽。不過咧就我特別點解咁有興趣請懲教署上嚟咧，就係喺呢個月初咧，大家留意到咧係呢個死因庭咧。係阿陳碧橋啊，法官啊，大家咧，自從嗰個馬尼拉事件咧，好多市民都認識佢。咁佢個庭咧，今次咧就係睇有啲係關於懲教署在囚人士咧，就喺裏邊咧就係死咗。咁所以咧佢就開庭去研究。咁樣咧就夾埋曬咧，就應該咧就有五位啊，就都係死咗，就係好短短喺八個月期間。咁佢哋開完庭之後咧，咁啊呢個陪審團咧，亦都去大家去商議啦。咁就一致咧，就係認為咧都係自殺嘅。咁無論自殺又好，當然自殺就係啦咩。但如果謀殺就更加轟動啦。不過話自殺，但係阿陳碧橋法官咧亦都話咧，因為嗰啲在囚人士咧就已經失去咗自由啦，俾懲教署監管。咁而喺失去咗自由嘅情況，無端端死咗咧，咁佢嘅家人。親戚朋友可能有些而家都聽緊喺度睇緊，佢哋會好關心。咁我都留意到阿處長啦嚇，雖然處長今日唔上嚟啊，但係阿林生都代表成個處噶啦，即係佢都出嚟解釋嚇，佢都明白嘅。咁所以或者首先咧，阿助理處長，你同我哋啲觀眾聽眾解釋一下，即係你哋自己係咪都感覺到幾困擾咧？有咁多個人喺短短幾個月。在你哋即係管轄的情況之下，佢哋會死咗。首先就多謝阿興姐啦，咁啊俾時間我上嚟，多謝你介紹下即係懲教署嘅工作。咁啊，我哋直情就去到嗰個今日個，譬如頭先提到嘅題目啦，點解喺對上嗰段時間有幾位在囚人士係自殺嘅身亡？咁應該個實際情況喺2009年年尾12月咧，至到係即係2010年嘅8月。咁當中就有五位在囚人士咧，咁佢都係喺四宗喺赤柱監獄，一宗就喺白沙灣嘅懲教所，咁佢哋就自殺輕生。咁死因庭亦都喺今個月初就進行咗死因研訊，咁就好似頭先興姐講啦，就裁定係全部係因為自殺而身亡。咁啊，當中亦都有啲建議俾咗我哋。咁啊，當中嘅建議咧，大部分我哋陣間先講建議啊，助理處長。我頭先問你哋係咪都覺得即係？死了咁多個五個啦嚇，即你哋都覺得係幾困擾啊？抑或但係我又留意到有啲報道咧，就話其實喺舊年咧，一年有成90宗自殺嘅喎，係咪啊？90宗自殘個案。自殘。自殘係包括咗，即當然包括咗自殺啦。仲有一啲係即佢用啲唔同嘅方法，譬如甚至係即將自己嘅身體撞埋啲硬物、撞埋牆度，咁我都會當佢係一個自殘嘅個案。嚇！咁你哋係咪覺得都係即太多咧？呢個係即係你哋覺得你點睇呢啲數字咧？我哋當然好關心即係在囚人嗰個即係身個人身安全啦。咁亦都好即係好唔想見到咁嘅事。我哋即係不論上次有4宗、5宗，或者喺往年嘅個數字當中，1宗我哋都覺得係太多。咁事實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先係我哋最關注？係啦，辦法去制止啊！去預防啊，咁先我最關注。你哋有冇分析到咧？因為啲報道咧，我抄雲咧就好少咧去引述你哋去分析點解。反而有啲報道咧，有啲訪問咗我同事啊，梁耀忠議員啊，又話你哋嗰啲啊，俾佢心理輔導嗰啲人啊唔夠啊，係咪因為咁？抑或有其他原因？點解你入到去坐監，坐完就出翻嚟噶啦？點解要自尋短見咧？我相信要將整個程序簡略，因為我相信啲聽眾或者觀眾可能唔係好知道或者清楚喺個即係懲教機構裏邊個運作情況。咁少少簡略，容許我介紹下，可能會咁嘅清楚少少。每一個進入我哋懲教機構咁嘅在囚人士咧，佢基本上最初我哋就會喺同佢入嚟嘅時候做一啲自殺危機因素嘅一啲評估，每一個都會嘅。咁呢個包括咩？簡單啲俾個例子啊！佢有冇曾經自殺過？佢有冇吸毒？有冇毒癮？佢有冇一啲精神病醫生或者心理醫生嘅一個即係到診或者會診嘅啲記錄？咁呢啲咧係一啲我哋覺得係一工具，一量度嘅工具。
咁我哋喺連串嘅問題當中，我哋會發覺到邊啲係有需要特別關注，即係可能有個傾向。係啦，咁有我會點做咧？我將佢直接自動咧，就會將佢轉介去一啲心理學家。我哋自己每個院所或者每個區域咧，都有一啲係長住嘅住院嘅或者係到會即係嘅心理學家。咁佢自動會同佢跟進個案。咁但係喺見嘅時候、問嘅時候，可能嗰啲在場時唔話俾我哋聽，佢唔講我自己曾經有自殺嘅，咁我哋會唔知嘅。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就是我們怎樣再監控或者監管他平時的表現呢？第一就是靠我們同事，平時包括日更夜更他都會看他的表現，有些個案是真的他看到一些不太妥當。我或者舉個例子，大約是一個月前左右，有一個新入來的在囚人士，他就因為個病某種病放在醫院的，事發當日我同事見到他的神情不是 很正常，咁啊，同佢傾下偈，當日都冇事發生。咁直到第二日，我同事再翻工，再見到佢，再跟進翻個案，事實就唔係佢工作範圍，不過佢關心。咁睇到咧，就佢開始肯講，因為啲在囚人士始終有個第一個信任，要時間去即係建立。咁啊，佢話我聽真係個唔開心。咁當日我哋喺佢嗰個即係瞓嗰個醫院嘅病床底咧，就揾到一件佢自己著嘅衣物，即係捲成咗條狀嘅。哦，即係佢可能真係有，係佢真係有咁嘅諗法啦，嚇。咁啊，當時我哋當然係已經做咗第啲功夫。即係處理咗呢個就冇出事。呢個冇直情冇做到。即係佢肯講嘢。係啦係啦，即係我哋要用咁嘅監察個方法喺日常嘅夜更日更都好，用咩方法去睇下有冇事發生？呢個就係我哋工作。而另一方面，我覺得最有效咧，可能要靠係即係其他第三者，譬如係我哋而家有80多個機構咧，係非政府機構。喂，即係入去探佢哋。恆常入唔止探，係做服務嘅，包括宗教機構。咁呢啲嘅朋友咧，佢係都會喺接觸當中，可能佢有一個自己建立咗信心之後，呢個可能有啲嘢。即係佢會同佢講嚇。咁呢個再之餘，可能屋企人啦。譬如家人朋友，我哋去探訪，平時去睇下個佢個在囚嘅人士點樣。咁佢探訪期間，可能都睇到啲唔同。出事嗰幾位咧，係咪有冇屋企人成日探佢嘅？嗰日都有嘅，但係就我相信喺嗰個頭先我講種嘅情況之後，佢就冇令到我哋管方知道咯。咁變咗就我哋可唔可以第一時間就知道佢有冇咁嘅傾向？呢個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但係咧，孤物論佢會唔會發覺都好啦。我哋始終係有一套機制，包括一啲係佢曾經有病嘅，或者佢有啲叫做抽筋啊，或者係有啲曾經有自殘嘅個案啊嘅歷史啊，我哋就會之後觀察名單，我哋定時就會睇一啲特別要關注嘅人，咁睇下希望可以避免。我都好強調一定要去避免咯。因為我哋喺個拯救過程當中我哋會盡量去做，我哋依一套機制去做，但係嗰個已經係事後嘅事。如果可以避免有多預防嘅，即係多啲資料俾我哋睇到，我哋或者我都可即係喺幾希望趁呢個機會咧，即係呼籲一下啲即係在囚人士屋企人啦。如果你想佢哋點咧？如果佢探訪嘅時候見到佢有啲平常唔正常，或者神情或者行為上或者表達到任何一啲即係較為灰嘅或者一啲睇法唔同，同我哋講。這個我們是可以絕對的信心，多一點的資料之後我們可以幫到他。即是當有人知道在囚人士在監獄裡即死呢，即大家有時候就說哇死了，為什麼他要這樣呢？即是我自己也是太平紳士，我也有去很多監獄裡巡視，有時候你們歡迎，有時候沒那麼歡迎。這樣呢就即整體來說，我覺得裡面的情況都不是很差的，因為我就沒去過外國那些。謝謝。不過我就成日睇到外國嗰啲咧，就有暴動有剩嘅嚇，就又話逼到爆啊，好差。咁我哋一般嚟講都好乾淨啊，幾整齊啊咁樣。即系咧，我就唔會即刻個腦海諗住，哇，係咪佢俾人逼得好慘？即係生不如死，即係要自殺。咁我估嗱，就算死因庭都唔係咁講啦，佢話佢自殺啫。咁但係即係人哋會諗，咁好地地個人點解會死啫？咁你哋多數你哋而家懷疑就係因為佢係有啲情緒啊，有啲嘢而令到佢自己就唔係話因為有人虐待佢又好乜都即嗰啲又唔係噶，我相信個庭都冇發現嗰啲嘢啦。但係你就覺得佢係有啲事，咁所以佢又揾埋嗰啲陣間你可以講下嗰啲床單啊，咁樣就整住喺個窗度啊，咁啊吊頸啊。我相信咧，頭先阿卿姐你係最好一個
很有權威性的代表。你不要說啊，因為你就去過我們監獄做太平紳士巡視，也知道監獄範圍是怎樣，即裡面究竟的運作情況是怎樣。因為可能聽眾或者觀眾他不會有機會入去看到，大部分都沒去過，他不知道，但是從你口出講給大家聽，知道根本即現今的香港監獄管理，即我不應該自己讚自己或者是世界怎樣去比較，不過即整體來說應該是即完全沒有那些剛才你提到的那些可能的發生。基本上一個在囚人士，如果他是有些心結或者這樣說，因素可能很多，我自己不是心理學家，但我知道在他家裡、或者他的案件、或者判刑之後，又或者他跟家裡的關係是影響他心情很大，因為大家明白在裡面和在外面始終是兩個世界，就算我們給很基本或者很應該有的給了他都好，始終他都是即跟家裡的生活環境會不同，所以他是會因為有很多因素影響的。我們最重要就是怎樣去知道那些因素，我們現在剛才講的都是一些很預防性的東西，但事實預防性都有一些是一些硬件我們可以做到的。譬如現在我們在個院所呢，即是不分享大家可能有沒有想過，究竟一個犯人住的地方究竟有什麼方法避免或者防止他會做一些這樣的即是輕生的念頭呢？例如這五個先，這五個都是單獨囚禁的，是不是？單獨囚禁要少少解釋先。單獨囚禁就是在我們整體個，譬如現在香港大約10000個即是在囚人士，大約75%都是一起去居住，一起居住意思是大的寝室，即是有個大房啦，寝室沒錯，是的。而單獨囚禁有些人誤解了是不是你困住他，不是，那些是因為個保安的級別我們需要一些是獨立的囚室，但都是困住的，為什麼不是困住呢？困住意思不是因為他有些特別的表現或者是種種的情況而困住他，而是他本身的設計已經由於保安級別是住獨立囚室的。但是總之怎麼都這五個都是自己一間房的，出事那幾個，是沒錯沒錯，即變成即單獨一間房的出事機會是多一點，是不是？剛才說赤柱監獄就獨立囚室，白沙灣因為不同保安級別，他就會是即另一個大寝室的安排，但是他因為那個他輕生或者自殺的個過程呢，就我不想在逐個逐個個案看啦，因為有些類似的地方的，其中四個呢赤柱的都會是在他利用那個囚室裏面一些懸掛點，他就用一些床單就 去自殺。我們剛才我提到有些什麼我們可以硬件避免到呢，事實我們已經做了，也不是因為這五宗，我們之前很久很久已經做了一些功夫。例如大家想像是睡的床，你的雙格即那些碌架床就是一些大寝室，有些是單人我都用一些纖維的床，那些床呢是可以動得起，動得起就會有高度可以做懸掛點，我也因為這樣的考慮，我將現在所有的床呢在都有若干年之前，全部是用一些保安螺絲是傷了地下，令到啲囚犯不可以多個懸掛點，唔喐得嚇。佢而家入邊嗰啲結具，單人囚室啊，有啲結具係以前係用啲即係瓦嘅，咁我哋已經改曬用整體嘅整合咗，全部係啲金屬嘅，變咗佢又唔可以破壞咗我嚟做即係自殘嘅動作。特別係嗰啲窗。窗門大家會明白很多，一條一條是想像到一些很多那些我們的巴一條那些鐵柱，我們都在年紀前開始去坊間去，事實上很多年前我已經開始搜尋，但因為實在沒有這樣設計，年紀前我找到一種就是沒有那 些鐵枝，它全部有一些小孔，小孔就可以讓它去那個空氣流通，而那個窗的開關也有一個特別控制，一個可以左右另一個按鈕的，那些我覺得挺適合的，也在赤柱是試安了，我們也會在申請撥款，希望可以再大批這樣試一試，也不是說很被動地因為這些事發生，這些悲劇發生我們才去做，事實我們在較好早時間已經開始想過不同的方法。今次死因庭都曾經有個建議，說床單可不可以找代替品，床單代替品呢，即是意思可能就即不使佢去可以利用床單去即是上吊，你知不知道？但是呢我又覺得好多物
件都可以外，例如曾經試過嘅。你穿住嗰件衫都係啦。直情係啊，衫褲都試過。咁我哋又唔可以唔俾佢著衫。著衫著褲仲死啊，凍死啊！所以我哋諗乜嘢代替品咧，都要從長計議咯。因為我哋好尊重法庭嗰個判決咧，或者建議咧，我哋都會睇下，盡量去諗諗啦。咁呢度可能都有啲難度嘅。但係頭先講起嗰啲，即係你話唔好心理學家又好，乜都好啦，即係同佢哋係。傾下嗰啲，嗰啲專業人士就唔係好夠嘅，係咪喺懲教署裏邊？我哋有超過20位嘅臨床心理學家。哇！你哋幾多個？我哋有29個懲教機構，即係20個啱嘅，幾多個蓋啊嘛？點夠用啊？咁樣睇法，因為咧就並不是入嚟即係在囚嘅人頭每一個都需要心理輔導嘅。咁你每一個一？每一間一個啊，都唔係好苛求啊！你而家都唔夠。我哋會因應嗰、那個即係嗰個心理學家或者係個工作調配啦，同埋喺嗰個在囚人口喺呢方面需要而做工作嘅安排。例如我哋喺赤柱區係有一啲，因為有啲院所比較細，有啲院所比較大嘅。咁你有啲院所係80人嘅，你話長住一個度，可能就喺運動之內冇咁即係適當。咁所以我哋會靈活調配嘅。唔係嗱，你總言之你嗱，我係財委會主席添啦嚇，雖然就冇票嘅，啲票喺啲政黨嘅手，即係你坦白係從寬。即係如果你同事唔夠嘅，你又要出聲，你就唔好成日嗱嗰個入境處啊離曬譜㗎，佢喺。在邊境的同事吵到拆天，飯都沒時間吃的，處長經常不幫他，我們經常跟他說，所以你不夠你要解釋給市民聽，就不要說不夠都是夠的，其實沒問題的。我想我們就不會的，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部門，政府部門應該不會這樣，不過我們在這個資源調配，我們經常都會做一些檢討。即係你覺得係夠啦，頭先講緊嗰個嗱，佢可能睇緊你㗎，嗰20個，你又夠啊？我哋成日都會有開會嘅，開會係嘛？不過點都好多謝阿興姐支持啦，因為今次嗰個建議其中一項咧係提到，即係人手度係要增添，增添佢係講緊喺個。即係巡邏檢，係啦係啦，嗱你講呢度啊，喂，監控嗰度，喂佢呢度報咧，佢話有一啲啊死咗7至9小時先至被發現喎，喂你解啊俾我哋聽啊！點會咁噶？呢個係真噶嘛？係咪先？唔係講今次，唔係今次，係上一次。唔係講5宗，唔知邊宗啊？即係有一宗啊！喂，點解會咁噶？嗰宗咧，以我知道咧，即係完全冇人理嘅裏邊。呢、這個我又唔係好同意，因為。報紙報嘅報紙報導啲話七至或者幾個鐘頭，我唔知啦。係啦，七至九啊，佢呢度講嗰個唔係一個死因庭中間嗰個證據，最尾話我哋七至九個鐘頭冇照顧或者冇睇到人，唔係咁樣嘅。佢係喺一個即係同事係啱，你講得啱。阿陳碧橋法官話，去年一月審理一宗類似嘅死因研究，就發現咁，咁都係你哋啦，係嘛？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如佢呢個報紙咁。咁你講個真事啦，係幾多個鐘啊？嗰個個案咧，因為就唔喺呢個五個案之內啦。所以你而家未有資料。好仔細嘅，我唔可以即係簡略講。簡略咧就係。即係嗰個自殺個個案係懷疑喺較早時候，即係有個可能性喺較早時候幾個鐘頭已經係即係過身㗎啦。咁所以即係個問題係點解有個人死咗咁多個鐘，你哋啲同事都唔知道啊？啊，呢個係兩方面睇啦。第一，冇一個實質嘅證據，究竟話係邊段時間即係身亡啦。第二就係我哋同事嘅巡視嘅巡邏嘅過程咧係。每定時咧就去巡到一紮咁嘅，或者一個囚倉。咁有可行性亦都幾多啊！即係我自己經歷過、見過所知。因為譬如夜晚去瞓覺，佢係瞓咗喺度。嗯，哦，即係瞓咗，你以為佢瞓咗覺？你係真係睇唔到，我唔會叫醒佢。喂，起身啦！係啦，冇可能。你冇事啊嘛？可能唔可能嘅？亦都係我哋去睇嘅時候咧，去盡量睇下佢有冇特別嘢。有時佢轉咗身啊，或者喐過，咁我知啊冇問題啦。但有時係難嘅。咁而家點搞咧？頭先講起個人手嗰度，即係你都為你啲同事講下説話啦。即係佢係咪夠人去巡？係點樣咧？而家個人手喺個今次嗰個死因庭嗰個建議咧，就話你有啲譬如同事要睇得比較多人嘅地方，會唔會考慮下加人手啦？咁我諗人手嘅安排都係一個整體考慮啦。係咪有問題啊？你哋因為一個保安區係需要多啲人去監管。
有些保安的程度比較低的，或者我們都不需要，或者特別看管的一些人，例如他那一輪是犯了事的，那我們放一些特別的看管的囚室，那我們都是要人的比例是會不同的，我覺得不可以這樣一併而論。但是暫時我們的機制我覺得有效的，因為在夜晚巡視，我們不是因為巡視少了時間看不到而發生事，而是因為那個過程中間，剛才我解釋給大家聽，那些真的沒得搞的，如果他真的有出了事睡在那裡，你當他睡著覺，那你當然是明早才見到的，難咯，但是我們會發覺，咦，如果真的很長時間他沒有動動，如果那個觀察夠力夠強，我們可以留意多一點，我們可以覺得避免就盡量避免，但是難真的有難。不過如果他真的自殺的就不會躺在床上，如果找一些東西繞住了，不過怎麼都好，有很多方法的，我希望你的同事，即是我們又不想講到那些什麼了，但是希望一你們就夠人手啦，亦都真係警覺啲啦嚇，去睇睇。咁另外佢呢個報道咧，佢又話：喂，你唔好令到嗰啲救護車嗰啲人去摸門釘喎，點樣摸門釘法啊？咁大個監獄喺度。呢個我都要真係好開心。因為要解釋一下係咪即係你唔係我聽到有啲報道就話佢走嚟，即係你哋報咗啦，有事啦，咁佢咪嚟咯。黑極門冇人開嘅，咁啊真係死得啊！真係點解會咁咧？我相信就唔可能嘅。唔可能咁發生咗咩事啊？喺呢六個死因庭的建議裏面咧，有五個都是我哋叫做預防性嘅，包括係頭先講床單啦，你換一隻床單咪預防性咯，係咪？咁你加添人手啊，或者留意多啲啊，咁或者喺培訓方面，事實我哋基本上我都日常都有做啦。咁我哋會盡量睇下，樣都有進步空間嘅，點可以做好啲咧？咁但係最主要都係頭先我講點去知道啦嚇。咁而頭先提到興姐提到話喺個救護車咧，就係真係喺個拯救期間嘅事，就唔係出咗咩事咧？你哋呢度又要講講我哋嗰個基本嗰個物理嗰個設計啊。即係點樣？所有的監獄都有一個我哋叫大閘啦。那個大閘是一個保安設施嚟嘅，我哋就唔同屋企撳鐘開門啦嚇。當然我哋係一閘、第二棟閘，每一個閘嘅開關完咗先開第二堂。咁呢個就唔係最主要話嗰個原因，而係入到閘之內一定有一個空間去停一部車啦嚇。但係呢部車，例如係救護車咁講，佢係唔可以去到個監獄心臟，亦都唔需要。係啊，嚇咁所以究竟？我哋有冇人去拯救先至係個最主要嘅考慮。咁喺我所知呢個個案咧，或者其他個案嗰時一樣啦。任何嘅拯救機構，我哋夜晚都有醫生喺度候命，日間就當然當值添啦。咁當有啲突發事嘅，我哋會叫個醫生翻嚟。而現場我哋有啲合資格嘅護士，我哋本身一定有嘅，24小時都有嘅。咁呢個出咗咩事啊？個護士咧就會做拯救啦，醫生翻嚟都會當時會做拯救。咁但係佢哋都叫救護車啦，叫白車啦。一定㗎啦。咁救護車嚟到咧有兩個情況啦，我哋第一就會揾一隊人或者一啲人，啲同事就會帶咗救護人員入到去，因為佢要睇翻個情況，去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大家去 brief 翻大家啦，話俾你聽發生咩事啦。當時係拯救做緊嘅。而第二個就是先遣部隊，通常我都入咗去。第二咧就架車啦，因為車仲有其他人嘅，車就會等我哋第二站嘅保安安排。架車褪一閘，褪二閘，因為始終如果夜晚人手啊冇人間咁充裕啦。咁呢個係一段時間，同埋我第一時間俾架車入到去個監獄心臟，冇意思，因為救唔係架車救人，係個人救人啊嘛。咁所以咧，我強調係個拯救係做緊嘅。問題就係架車等人定人等車咧？呢、這個先係重點，係冇乜特別事情發生。不過佢出邊等咗一段時間，但係佢事實啲先遣部隊已經入咗去啦。哦，已經做緊拯救。咁點解佢要喺出邊等咧？係咪你哋冇人開門俾佢？因為嗰陣時係夜晚，夜晚佢真係喺大閘出邊等添，入唔到嚟。但係係咪十分鐘我就唔知啦。但係我哋係一定要等個程序，即係有次序。咁大家都諗到啦，我係救人先定係車入去先咧？咁梗係救人先。咁而家有咩調教啊？我哋調教工作就我唔想即係外邊或者市民或者其他人有啲唔同嘅睇法，認為係咪？或者要等咁耐，聽我嘅時候覺得好似唔係啊，即係話咁，但係我都會改咧，係啦，即係唔冇錯，唔咗嗰個，我哋要改，你就話唔係嘅，因為救佢嗰啲人入咗去㗎啦。但係如果係咧，你都要抬佢出嚟，擺上車，車翻醫院咁㗎嘛，最主要救嘅，我哋有醫生有護士，而救護處或者消防處嘅救護同事嚟到咧，佢先遣部隊入咗去，跟住佢啲消防或者救護嘅同事，我哋會一步步安排嘅。咁但係車我哋一定唔會第一部分就俾佢入到去先，入到去都冇用。
都入唔到我哋嘅心臟。我講入唔入到去，咁你抬佢出嚟，就算門口都可以。我哋用，我哋一定係嘅，我哋有擔個抬出嚟嘅。咁佢整咩話佢摸門釘咧？我諗係誒，唔係佢唔係走咗去另外一個監獄咁啊？誒呢個又要公道啲，的而且確嗰個消防處嗰救護同事咧，佢話喺出邊等咗一段時間啦。咁呢個即係冇人知道佢嚟咗。知。知道佢嚟咗都唔俾佢入啊？因為佢係控架車啊嘛。哦，即係嗰啲人咧就落咗車入咗去啦。係啦，冇錯。但係架車嗰個人咧就以為佢架車都應該駛埋入嚟，咁你哋又唔知搞乜鬼又唔俾佢入。我哋知嘅。你知都唔俾佢入，你知道咗唔俾佢入仲衰。喂，你唔知添，即係你實知嘅。佢其他啲人已經入咗去啦嘛。知。咁咪即係第日你哋都會即係順暢啲咧，就會安排俾埋架車都入到去，即係唔係入去心臟啦，最少入咗大閘嗰度啦，係啦。我哋會盡量加快程序，等大家唔好誤會啦。但係因為唔同監獄嗰個設計咧，有啲係一開到門就比較簡單嘅，因為如果高度設防係會比較複雜少少，大家希望理解。嗱，希望就各位聽眾觀眾聽過咧，都即係瞭解多啲啦。咁尤其是如果你哋有啲係家屬啊、親人啊，咁你梗係好緊張咁樣，你知道一下。咁咧嗱，我咧時不時咧就收到好多在囚人士啲信，你哋都知啊。最好笑啊，你知唔知啊？除咗我嚟監獄咧，有陣時我安排我啲助理嚟噶，咁你哋好好噶。咁啊，佢哋嚟嘅啫，我冇嚟嘅。咁啊，有一次又唔知道去邊個監獄啦。咁你哋啲同事又招呼佢，帶埋佢行啊睇，咁完咗同佢坐低傾啊。咁有啲同事，你知唔知佢同佢講咩？你唔好寫咁多信嚟啊！佢話我哋好辛苦啊，我哋做嘢。咁我啲助理當頭啞曬，唔識答。其實老實講，我相信你哋處長級，你哋好明白嘅。你哋亦都唔會話叫啲在囚人士唔好寫啦，有嘢咪寫咯。你亦都唔係有啲咩要遮遮掩掩係嘛？但係可能你有啲同事可能做得好辛苦咧，呢啲你哋自己翻去處理一下啦。我哋都唔想佢做得太辛苦。但係我哋收到在囚人士或者佢家屬嘅投訴，我哋轉介俾你哋。呢個你哋係覺得係好恰當、好歡迎做噶嘛？而家都做緊添啦。係咯，所以同埋如果有啲乜嘢同事用咁嘅表達方法，我相信就唔恰當啦。可能佢意思係咪咁，我唔知啦。如果下次你話，我知啦，係好幾年前嘅事啦嚇，即係我相信佢有陣時啊真情流露，咁佢覺得哇，你班人就係成日你哋寫信嚟啊嘛，不過算啦，總言之，即係希望大家都了解，無論係在囚人士、家屬或者懲教署啲員工，即係大家都係有嘢要做嚇。咁我哋都係，如果佢有投訴嘅，咁處方都好歡迎㗎，係咪啊？我相信大家都責無旁貸嘅，係咯，工作範圍之內。有陣時佢亦都未必每一個投訴都係得直。但你哋會查，查完又會講翻俾我哋聽，咁就唔係話即係想令到邊個人即係做嘢好辛苦啦。咁所以我希望啊處長你都聽到啦。嗱，咁呢個講完咧，我又想講下另外有啲嘢，就係嗱，我嚟過巡視監獄咧，有陣時咧就有啲在囚人士咧就係外籍嘅，不唔係咁多。咁或者你講下俾我哋聽，即係你哋點樣管佢哋？尤其是佢好多唔同國籍，就算佢哋食嗰啲嘢都有好幾款俾佢，就唔係俾佢揀。是他吃定哪些呢就要吃的，可以吃咖喱，可以吃中餐，可以吃西餐的。我相信其他國家的監獄都說沒得選擇，是不是？我問過你們的同事，我們香港很特別的，我們現在大約是你自己了解是不是有沒得選擇的？其他國家為什麼我們這麼好呢？你說他不吃肉，即是要吃齋，你給他吃，我明白。但是你真的幾挺俾佢揀嘅喎，呢個真係嚇。我哋唔係俾佢揀。首先我講翻或者即係外籍嘅在囚人口啊嗰啲資料先啦。咁而家我哋好大概講我哋10,000個在囚人口啦。咁其中大約有係13-14%百分比，咁大約1,300幾人啦，就外籍外籍。係非華裔啫。係啦，冇錯。咁嗰度係嚟自好多個國家，60多個國家。哇，六啊幾個國家。咁當然啦，大部分都係講英語嘅，不過有部分就唔識啦嚇。咁就咁你哋點管咧？其餘仲有咩其餘？其餘咧就係本港嘅即係本地嘅囚犯，大約係7,000-70,000度啦。係。咁剩餘嘅10%+，即係16-17% 咧，就係啲非華裔啦。唔好意思，即係嗰啲內地啦，同埋華裔嘅亞洲人士。咁即係如果係講喺普通話或者係廣東話以外說其他語言嘅，就有10%+咯。咁我哋平時你啲同事有幾識講幾多種語言啊？有啲都幾叻嘅，有啲都最多嗰啲幾多？有啲五六種嘅，哇！咁勁啊！咁我哋最較為多都係南亞裔嘅比例比較高啦。咁佢哋都講好多挺話嘅喎。會㗎。
咁所以我哋喺訓練方面就從新人着手啦。舊嘅我哋都有成四十幾位同事係非華裔嘅同事，咁佢哋可以講啲唔同嘅。當然個才能與天分會唔同啦。咁如果喺新嘅同事，我哋都喺舊年都開始做一啲訓練工作。佢哋會同一啲大專院校咧，我哋就搞一啲訓練課程。咁我會學一下啲尼泊爾啊、烏都語啊、旁遮普啊，咁呢啲會喺可能印度啊、巴基斯坦個地方都會比平時講嘅。咁呢個係咪會學完之後就可以溝通到好？就未必。但我覺得可以開始佢嗰個少少學習個語言，大家接觸、大家理解嗰樣幫助管理好多。即係喺任何一個監獄咧，係冇可能咧係即係有啲在囚人士同你哋啲同事係冇辦法溝通嘅，係呢個唔可能嘅，係咪？我哋溝通的方法咧就會除咗靠我哋本身識講即係其他外語嘅同事之外咧，我哋靠領事幫手啦，靠官方翻譯啦。咁你唔可以每一次都要揾個人嚟嘅喎，咁你點搞？所以咪我哋同事可以做翻譯咯。但有時一啲譬如處理一啲問題，我哋可能真係要揾人幫手嘅。譬如領事啊，或者啲宗教團體都有嘅。佢有啲神父係識講西班牙語，好多唔同嘅語言，佢都會幫我哋手嘅。我諗相信喺個日常管理裏面咧，我哋係有一定困難，咁但係就似乎都可以管理到嘅，都可以處理到嘅。政府好似講話有啲咧，就係話打電話可以做，係咪？你哋有冇用嗰個啊？我哋有，即係你要個人坐喺度同你翻譯就難啲啊。但係如果你打個電話去，喂，我而家咩烏都語又好，乜語又好，咁佢揾個人咁啊，同你做，有呢個幫唔幫到你哋？嗰個喺嗰方面比較困難，反而我就主動啲做咧，就係有一啲非政府機構，咁佢同我做一啲培訓課程。他就教了一些導師入到嚟教翻啲在囚人士咧講廣東話，又有啲自學課程，咁事實都幾多元化。我哋又要學啲佢哋嘅語言，佢又學下廣東話，咁變咗個溝通雙方面即係唔會完全冇問題啦。但係呢方面我諗對大家個一齊相處，或者始終有管方同被管者嘅角色嚇，咁呢度係有幫助。唔係我就好希望你哋真係，如果真係有啲咩困難咧，你要講俾阿處長聽，甚至講俾局長聽。因為從另外一個角度咧，我哋有一個叫做即係反對種族歧視嘅條例。咁時不時咧，我都會收到啲在囚人士或者其他少數族裔啲人揾我啦。咁我就未曾收到有在囚人士外籍嘅就話你哋歧視佢，可能有一兩個好少嘅啫。但係即係我哋唔好俾佢有個把柄，即係話因為我係外籍嚇，而又因為語言唔掂而咧係受到即係唔公平嘅對待。就算他們去醫院呢，那些更慘，外籍那些去到真的是雞同鴨講，那就真的死得了，人家有病你又不知道他想怎樣這樣呢。所以我們在立法會開過很多會的，因為在其他國家都是有這些問題，有很多種族的，你是要有一個妥善的方法去處理的嘛。大佬 你又被人家在香港住，人家有病，人家要教育，那你又含糊跟人家溝通不到。所以我們是希望當局呢是有一個好的制度，令到無論哪個部門是需要翻譯的時候都可以幫到，令到那個人是可以跟你們要去溝通咯。所以我就希望你們都會做到這件事啦。這個理解，或者講回剛才說即食什麼物品的味道那個真的基本上呢就很多人都會不明白的，即係係咪揀啊，或者點樣？你講都講俾我哋啲聽眾觀眾聽，有幾多聽我哋有四種。四種啊？邊四種？咁四種我哋以一二三四四號咁嚟分配。一係咩？咁第一種咧就以米飯，即係飯啊為主糧嘅，就係主餐。第二種咧以一個咖喱為主糧嘅。咁第三種咧就係即係以嗰啲菜啊、蒲番薯啊。即係齋。誒類似即係西餐係啦，類似啦，但我哋唔會用分啊。唔係，我哋用肉啫嚇。肉分同埋咁第四種就係齋。齋咁即係基本上咧，如果你係以米飯為主糧，你以咖喱或者以薯仔做主糧嘅，加埋你食齋嘅話咧，咁有四種你唔同嘅，我哋就唔係選擇，我哋係根據嗰個在囚人士嘅飲食習慣。宗教信仰都是他告訴你的。當然啦，我已經指派
就唔係選擇，因為選擇就會引致好多問題。即係如果佢咁，佢喂我中意食咖喱，我係華人，我中意食咖喱，冇得食嘅。我哋會你華人你就係食飯。我哋會根據佢俾我哋資料啦，因為我哋都會好公平地處理佢。應該是吃什麼習慣就是什麼習慣咯，但是譬如有時要難以去分別的，我舉個例子，譬如他拿個護照是某個亞洲國家，但他可能在外國生活的，自小到大應該是吃第三種了，所以我要問要知道就是這樣解，我也不可以盲目的，你是外國或者你是什麼國籍，你是法國來的，你都是吃第三種，他不行，我要吃第二種，唉，就是總言之，我們香港真的威信，那你理解了，你明白，其實第二些監製的地方監獄來到那些人來結探，你們都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就是你們有四種餐給人選，不是全部沒有的，即都有啲嘅，唔係有啲，有啲頗多添，頗多添，有啲頗多。咁但係就以我所知，因為始終人哋會變咧，政策我哋唔可以知道，即係好每一分鐘都好完全啦。有啲就選擇比較少，或者用選擇呢個唔適當啦，都係指派啦。有得選擇嘅非常少，大部分都是指派呢個模式。最緊要你食齋嘅，咁梗係食運齋啦，唔食齋，但係都唔緊要啦。我就次次去咧，我都實食下嘅，叫我哋試下試下啲湯，有陣時啊啲粥啊，有陣時啊啲嘢咁樣嚇。你覺得點啊？好想冇乜問題啊，我覺得即係而且咧，佢哋啲廚房咧就好乾淨嘅。不過有些人話，即係曬乾淨啦，你走去睇，仲唔係洗咗太平地先咩？你解釋一下啦。呢、這個真係要補充啦。因為咧，每兩個禮拜個期裏邊，咁行政處長咧就同佢哋安排兩個太平紳士，一個官守，一個非官守，或者兩個非官守啦，就去喺嗰兩個期禮拜內咧，就隨時可以去嘅，多數係喺工作時間啦。咁樣，但係咁佢又話佢哋，哇！你知道嚟啦，實洗定太平地。我心諗，如果你係咁，你咪日日都洗，你點知我幾時嚟呢？但係佢會知道，因為咧，處長咧就同我哋安排車嘅，就是、A.M. 車啊，所以我咧我又唔坐嘅，我因為咧我哋成日懷疑，一當人啊幾時要架車啊？喂，去赤柱啊？幾時去邊度大欖啊？咁你哋又知啊？唔通風報信係咪啊？呢、這個唔同意，唔同意啊？唔同意咧，即係 yes and no 啦。yes and no 同意咧就係頭先講話，即係安排嗰兩星期嘅太平紳士兩位巡視，呢、這個係啱嘅。咁我哋只知道咧就嗰兩個星期有邊兩位，但係幾時嚟啊？邊日嚟啊？我哋完全係唔知道，包括喺我哋自己度，即係助理處長或者喺總部係唔知嘅。咁至於話有冇可能真係 book 車或者安排車輛之道咧？車輛唔係我哋部門安排嘅嚇、啊。我知唔係你安排，唔係懲教署安排。我問有冇人話俾你聽啫？我哋唔知，我哋唔知。你唔知㗎？真係唔知。所以坐個咩車嚟？因為我除咗而家崗位，我好多院所我自己做即係主管嘅年頭，我知道真係唔知。係好突然咧，可能食剩下飯都未有個啲外賓嚟或者外訪都未食完就走咗去，跟住就亦都好多次我哋搞一啲部門活動咧、搞一下就有太平紳士。咁都有，到時個主管就陪咗去巡，呢、這個都屢見不鮮。我相信呢個真係唔知道，即係唔係洗太平地嘅。即係但係講翻轉頭咧，就無論你話廚房又好，其他地方咧，係我去睇咁多次咧，係絕大部分咧都係即係好乾淨嘅、多謝多謝。可能試過有一兩次有少少嘢，咁我哋講翻，咁你哋都會執翻啦。反而嗰次我去因為有陣時佢哋唔想安排我嚟你哋嗰度，唔知係咪你同佢講話唔歡迎我嚟？有陣時安排我去睇啲庇護工場喎，有陣時安排我去睇醫院喎。嗰次佢安排我去睇葵涌醫院，係好幾年前㗎啦，因為精神科咧，你知咁就真係唔係好得掂。因為我哋一行入去都未入去過啲房，好大陣味。即係我相信佢可能啲病人啦嚇，咁佢哋又唔係清潔得即係好頻密，咁我哋都話翻俾佢聽啦嚇。即係但係去到懲教署啲地方咧，就多數都好乾淨，好咩嘅。嗱，咁頭先同你講啲少少族裔嗰啲即係外籍嗰啲在囚人士啊，你又講咗。咁我再講下你啲同事啦，你啲同事有幾多個係非華裔嘅同事啊？尤其是喺監獄裏邊守啊，或者其他嗰啲。我哋嗱，你哋全個署有幾多人先？全個署如果是軍裝，即係我哋制服著穿服制服嘅職員咧，大約是5800多人。5000多人嚇，咁喺當中有幾多個係？當中有大約是40多-50個係非華裔。
非華裔，咁啊主要好似你講係頭先係南亞，抑或仲有其他國籍嘅咧？大部分啦嚇，都係南亞，係大部分。咁嗱，我去年又好前年一路都收到嗰啲少數族裔嗰啲團體啊，佢哋走嚟投訴，就唔係淨係投訴你哋部門嘅嚇，更多投訴警察嗰度。即係佢投訴係咩咧？其實佢哋有啲咧，啲年青人咧，啲少數族，佢哋就好想加入做紀律部隊嘅。咁但係咧，政府嘅政策咧，就係要佢考呢考路咁，又要識中文，又要識寫，又要成。咁佢哋有啲人唔係好掂噶嘛，尤其是我哋個教育制度咧就好失敗嘅，教到佢唔係幾好嘅。佢哋好多個係好難讀到中五，或者去到讀大學就更加難嘅嚇。咁你哋而家嗰個安排係點嘅？因為最近我就留意到警方咧就請咗有一個係唔知邊個少數族裔㗎啦，就做警察嚇。哇！咁啊報紙又報啦，咁我都好開心，我都即刻寫咗封信俾處長，即係警務處長。即係我覺得係好咯，佢哋係好中意嘅嗰啲少數族裔，尤其是啲男仔啊、啲後生，可能女仔，佢想做警察部隊嘅喎。咁你哋有冇辦法可以幫下佢哋咧？我想我哋去挑選一些人進加入我哋部門咧，就即係唔會因為佢咩國籍而做考慮點。但係因為個國籍而令到佢難喎，唔係因為國籍而請佢，而係因為個國籍係令到佢好難可以考到。我哋只係會因應佢喺體能方面啊，佢有冇符合我哋基本要求啊？咁而語言方面，譬如語言個才能個要求咧，基本上係以個工作相關性同埋需要而決定啦。我哋而家部門咧就即係都係要佢有個中文同埋英文喺會考咧就有一個第二等級等同一個合格啦，咁或者有相同嘅學歷。咁就譬如今年我所知，雖然我唔係做即係人力資源嗰方面啦，我所知亦都有啲即係非華裔嘅朋友，即係好多謝佢有興趣去參即係投考。咁而家嗰個遴選過程都喺度做緊啦嚇，咁有啲表我知道都唔錯嘅。即係佢哋係可以用呢個途徑去投考。咁你對佢嘅要求係普通其他香港華裔嘅人一樣。咁佢即係佢又覺得佢好難。最緊要就係佢工作相關性係需要你基本一啲，譬如睇中文都要啦。例如頭先阿興姐，你明白我入邊管嘅有十幾個percent百分比係外籍，咁其他咁多成都係講中文嘅。咁如果你處理佢日常嘅過程，有時要攞下口供啊，或者係啲司法程序幫下佢做一啲文件啊，或者係做一啲其他嘅安排，咁佢唔識睇中文，一啲都唔識，又係有困難嘅。即係運作上係好難調配，我唔可以一班人擺曬外籍擺埋一齊，就外籍同事專睇佢，其他就唔使做又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平衡咯。咁但係我哋有幾好彩喎，因為我哋今年有個新嘅安排就係、是。我哋以往咧就請人嗰邊都政府有幾年都係冇請人啦。咁而家慢慢呢幾年開始翻之後咧，今年我哋都應該都有330個懲教助理嘅。咁我哋點啊？今年請新嘅三百幾個。咁我哋要希望加快程序，因為做財委會你明白啦，即係我哋喺撥款資源嘅調配，到我同事走咗離職，再請翻個新同事咧，中間一定有距離嘅。大約我哋計都係成9個月至一年之間，因為又要賣廣告啊、請人啊、挑選，咁可唔可以加快程序？係我哋即係都成年前開始去諗嘅。咁為咗加快程序咧，我哋喺以前叫嗰啲嚟投考嘅懲教助理咧，要寫啲寫篇中文啊，即係睇下俾個題目佢寫中文。雖然佢有一個中英文嘅學歷，但係佢寫中文。咁今年我哋覺得，如果呢個轉咗模式，會唔會好啲咧？第一可以加快程序啦，咁第二就唔使佢都有咁嘅中文學歷。點樣轉咗模式？我而家諗住咧，我哋就會做一個集體一個面試啊，即係成班坐埋一齊，我哋英文叫 group interview 啦，咁睇下佢現場人與人之間個溝通啊，有冇信心啊，講嘢點？咁如果咁得嘅咧？今年我會做噶啦，今年嗰個新嘅一個投考，我哋個招聘程序咧，我哋已經會改咗呢個模式。咁可能咧，佢又會多啲即係非華裔嘅朋友咧，佢更加容易或者更有興趣啦。這個當然我哋主要就希望加快程序啦。咁但係帶出嚟嗰、那個即係附帶嘅一個好處，可能佢哋會即係容易咗。但係喺呢方面多咗空間俾佢。但你都係要求佢識寫嘅。呢、這個要嘅，要、啊。但我哋唔會考佢寫作。是他基本讀書的時候的中英文程度而已。哦，即係佢都要攞翻嗰個成績表俾你睇。咁我諗而家香港大嘅好多都有㗎啦。係，其實你哋呢幾年有冇請過
對上幾年，因為我冇知道唔係我自己處理，不過依家因為今一次咧。新嗰個程序開始，我係留意啦。我知道頭先我所講啦，喺個投考程序有嘅，亦都唔係一兩個添。咁而有啲表現都幾好嘅，包括主任級同埋懲教助理級都有人考。懲教助理，你哋係要有啲咩學歷㗎？考懲教助理，基本上唔係讀大學㗎啦，唔係即係中學畢業啊？基本上係中五啊，同埋喺中學會考有幾多科成績，就有唔同嘅。入職薪級點，但嗰個係最基本嘅要求。通常而家投考都比較學歷高少少嘅。係，咁就即係我哋真係希望，無論你嘅部門又好其他啦，即係都可以睇啊。即係我哋又唔係話叫你優待佢嚇，本來都唔得嘅，都無端端俾你入咗去都做唔到啦，係咪？入到去俾其他同事鬧啦。但係即係如果你哋喺嗰個政策嗰度可以睇睇，係俾呢班人都有個機會。咁我相信佢哋嗰個族群都明白嘅，咁你哋講清楚有啲咩需要啊？咁佢哋就見親我咧，佢成日講，因為佢哋係好識講呢啲話，佢又識聽嘅，係寫嘅能力就差一啲。咁如果你哋有啲位都可以即係包容到佢嘅，咁佢其他嘢做得好嘅，咁啊希望你哋可以即係諗下請下佢哋咯。即係佢又希望係咁，即係因為佢哋好慘啊！我相信佢哋有啲個族群係即係好多人係。即係揾唔到嘢做，永遠唔想自己個人一世都係做看門口噶，係嘛？尤其是佢讀過書，有啲幾叻嘅，有啲幾叻咁咪好咯。有啲表現好嘅，我哋選擇都唔係因為佢識咩嘢或者咩族群，當然最主要係喺佢個投考過程，佢體能方面啊，佢其他方嘅條件符合我哋啦。我哋希望揾多啲適合嘅同事或者朋友入嚟即係參加我哋部門啦。咁所以喺嗰方面，我相信除咗係新人，我哋有乜改變咧？石救人晉升，我哋都改咗。係啦，嗱，你又講到呢度，我改咗制度啦。你真係睇到我想講咩啦？因為救人嗰班啊，你知啦，佢哋已經喺度餓咗一輪噶啦。或者你又講下俾我哋聽，救人嗰度而家嘅情況點？因為嗰啲咧就做緊噶啦，佢哋就更加唔開心，因為佢覺得咧。佢好似冇機會升咁樣，咁即係你或者講下佢哋係缺乏咗啲咩嘢啊？而家係點搞啊？我哋喺救人晉升有兩個計劃嘅，第一個咧就係啲潛質人員個晉升計劃，即係比較可能年資短啲嘅，咁佢表現好都可以參加呢個計劃去晉升個主任級。另一個咧就係一個特別委任計劃，特別委任就年資較為長嘅，有二十年嘅服務。咩叫特別委任？特別委任個名字。你政府嗰啲委任制我就聽過嗰啲叫政治委任制啫。你嗰啲咩叫特別委任？委任咧就因為由懲教助理去到一個懲教主任嘅職級就唔係一個晉升，我哋唔叫 promotion， 係叫 appointment。咁所以有個叫委任呢個字出現，其實都係升嘅，係嘛？我哋唔好令到啲觀眾聽眾咁唔理解啦。咁嗰個委任就係講緊啲年資較為長嘅經驗好啲，咁即係兩個唔同嘅隊嘅都可以即係、就是、有機會去晉升啦。咁就以往咧，我哋都要佢寫一啲又係中英文，等同一啲請新人一樣，佢都有啲中英文嘅即係一個考試。咁我哋喺舊年開始咧就已經開始咗噶啦。我哋又希望可以將多啲人擺入一個我哋考慮嘅名單之內，等佢試下究竟才能有幾多，因為佢基本嘅語文能力達到啦，因為考核突然有㗎啦嘛。咁究竟喺咁多年之後，佢經驗累積係咪喺處事啊、現場反應啊各方面得咧？咁我哋發覺會唔會試下佢現場嗰啲即時演說啊，俾啲問題佢即刻反應啊，就考下佢點樣啊？咁現場可以中文、英文或者甚至普通話，咁俾佢選擇。咁我哋已經試咗呢個方式。換句話講咧，即係嗰啲舊嘅同事，如果係非華裔嘅，呢個又係一個附帶嘅一個，即係佢哋多個機會啦。如果佢中文能力有翻咁上下，而現場佢係真有能力，係喺表達方面幾個語言都可以作為一個選擇咧，咁佢又可以用呢個方法去晉升。以前就要佢寫嘅，而家就勉強咗嗰個關卡啦。咁就升咗幾多個，或者即係你行咗呢樣嘢，即係有幾多個少數族裔受惠咗，抑或冇嘅？
因為去年開始咧，就嗰、那個晉升個選擇個程序，因為我每一年一次噶嘛，咁、啊、所以應該就可能未公布到，而家可能未話得未公布，係啦，係、哦、啦，即幾時有公布啊？我要翻去睇睇先知。即佢哋係有份，佢知道係受考慮嘅嗰度噶啦。係啦。咁但係就即總言之咧，我都係希望咧，你哋部門咧係可以即係。即係當然，大家做嘢都要合理嚇，你先可以向成個社會交代。但係佢哋就成日就覺得，唉，我哋好似即係無端端，因為我哋嘅語言咧，就好似有啲嘢就輸蝕咗，或者咧有啲人就冚冚聲去升，佢哋又冇，或者有啲人就可以投考到入嚟做，佢哋又入唔到。咁其實你哋而家咧，亦都唔係話因為逐樣就少逐樣就俾你做，但係你都係睇即係闊啲，闊啲啦。嗰個情況之下咧，就多咗人。是可以受到考慮，可以選擇，受到考慮。不過強調都是以他自己能力為、就是、最重要的考慮、嗯、即是他有能力，他有信心，真的有興趣放個時間下去跟我們的部門一起去成長，這樣我最主要。我相信即小到做藥也好，個個都好，都要明白這些是很公道的東西，但是也都希望是會給你一個機會、啊、好了，今天多謝林國良助理處長、啊、希望大家係了解多一啲懲教署嘅工作，咁啊，多謝曬，多謝曬，多謝，多謝，多謝嚇，拜拜。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係咩嚟 ？iRead 係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佢哋嘅書籍、刊物同 blog 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 同你看普通書一樣，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實行多媒體互動。你還可以 download 書內的相片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